我叫何雄飞，今年10岁，来自河南洛阳。因为喜欢拉丁，再加上我的体型，大家都叫我拉丁小胖。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小女孩愿意做我的舞伴，她们都觉得我太胖，体型不好看。就连我妈也说，九妮这样子还像去学拉丁。但是我觉得那是他们不懂得欣赏，谁说胖小孩就不能跳拉丁舞了？你怎么会喜欢跳拉丁舞？咋回事嘞？依依能说？刚开始我爸我妈嫌我身材不好，让我减肥。谁说嘞？好，那点灯亮嘞，把他叫来，叫来。现在我不仅学会了拉丁舞，还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我跳的拉丁舞。年后我们有很多比赛和表演，就牵扯到大家的舞伴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双人舞来说，舞伴很重要，因为它是舞蹈的一半。每次互选舞伴都是小胖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小胖你怎么没有舞伴呢？不知道。每次我分舞伴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就不太情愿，就是我说你去跟何雄飞跳，老师我不想跟他跳。现在小女孩挺挑舞伴，都喜欢那种高高瘦瘦帅帅的那种形象。有些我特别喜欢，就是老师叫他过来跳，然后俺俩都跳，然后而且玩了好，而且跳了也挺好的。那我给你分一个吧，来李云奇，去给小胖打个手吧。女孩不太愿意，但是在老师的安排下，这节课小胖的舞伴总算是有了着落。其实是就是传单上的哥哥姐姐都是身材可好，动作多，挺直，可好看，我也想成为他们。2016年4月，老师将一段小胖跳舞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原本只是因为好玩，没想到却让小胖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到市场了，哎，你是不是那个网上拉丁小胖？我说是。你可火了。哇塞，当时我都懵了，哎，啥叫火了？咋了乖？小点儿，你都给人家老摔倒了。再来，身材胖，然后还有我表情才出名了，要不然我还出不了名。我其实我跳舞很一般，但是我会让舞蹈越来越进步。进来要着打车吧，我不走了，走着远，打车吧。走走锻炼吧，你别再说打车打车了。走过去有多远啊？30分钟。你看你那个脸有多大，眼睛都没了。我赶紧锻炼锻炼。你脸大。Hello。你脸小。走了。那赶紧你的小马器，我可知道啊，快点。输咱不要赢了，咱打车。剪刀布。剪刀布。啊！赢了！我不行了，我要打车，我要打车。体重140，身高1米5，虽然有点小胖，可
可这一身的肉也抵挡不住美食对我的诱惑啊。给我买碗馄饨面，手板面也行呀。爱吃辣，我都爱吃那些毛血旺、龙须面、甘蔗、砂糖橘、排骨，熬骨头特别香，这好吃，我爱吃这个。这能说我不能？啊，谢谢啊。不爱运动又爱吃，可小胖却坚持认为自己没关系。我估计就是遗传，遗传。壮壮，今儿上课咋样？咋今天，上课选舞伴的时候，我同学们都不选我，是为啥呀？估计就是你这个体型，你胖呗。说白了，就你胖，肯定得减肥啊。减完肥是不是很帅啊？那肯定呀。在妈妈的鼓励下，小胖踏上了减肥的道路。可这减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在这栋二楼，慢慢上呗，你上习惯了都好了。到了，我们家反正是就里边这外边一共是两间房子，然后小胖的哥平时回来住在这儿。我和小胖他爸，然后还有小胖在家里屋里里边，然后地方也小，也没地方挂衣服。你看，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晾衣架。小胖一家来自河南南阳，目前居住在洛阳。小胖和父母以及哥哥挤在这间不到40平米的房子里，尽管十分拥挤，可在房间一角的桌子上工整地摆放着小胖获得的一些奖章。这是我的得的雷神锤，雷神天地，下雨吧，打雷吧，呵呲屁，呵呵，痛！我擦，实在是太饿了，我感觉所有的美食都在向我招手。又想吃呀？想吃是不是？刚减下来一斤多，再去吃，再给他补回来吗？你要是瘦了以后，我帅不帅呀？你说你觉得你帅吗？不帅。咋不帅？瘦了肯定帅。听话，我给你做面条啊，等着，5分钟，快得很。名字吧，他也胖，然后也不想让他，我。近一年基本上我都没炒过菜，就是这种菜叶子，盐放点调料，多少放点小麦油，给它一拌，直接就是煮面条。这一把面条就是1.9块2块钱，菜叶就是1块吧，然后鸡蛋打3个鸡蛋，也就是1个鸡蛋1块，3个鸡蛋3块，成本下来就是7块都够了。然后我们出去吃这一碗面都是8到10块，就是说经常这样了，然后也省不少钱，然后就最少也报一个班补习班的费用吧。小胖，壮壮，吃饭了，赶紧把桌子挪过来，赶紧。虽说是减肥餐，可这分量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少。想不想吃？不给你。好，别喝了。好了，别吃了，别吃了。好了，完事。没饱，还能吃几碗？还能再得半碗。4点多点，还不到5点。好，就你起来吧。好。去我们的，因为在七路海鲜市场做卖海产，就是那种草鱼啊、鲤鱼那种，他起来还得上货，还得现在去提货库里提货，然后你要把时间给留出来，
然后这边早市也开始了，然后我们都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得早点起来。然后壮壮，然后睡一会儿，然后赶紧起来，别睡时间太长了。你拿着钱去买点吃的啊，早点起来啊。手拿上。好，你慢点。好。一般情况下，小胖他爸去进货，然后我来放水。你看夏天也好收点儿，是吧？摸着水也凉快。然后冬天特别冷，结冰，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这样。小胖他妈妈也是整天卖鱼，手上的那骨头上的弄那骨头增生嘛，生意不好做，一是弄点鱼送到饭店，饭店里也欠账，再一个欠账账也不好要，现在生意也不好干，说实。只有我家小爷。哎，我爸嘞？过去了。嗯。我可以帮点忙吗？帮我捞鱼。嗯，捞啥鱼？鲤鱼。鱼的。叫抓鱼嘛，水弄到里面，那是凉了不能再凉了，而且杀鱼呀、啊，那个，哎呀，满身的血。就是妈妈爸爸很辛苦，然后长大。然后挣很多钱，先给爸爸买套房子，然后他们挺辛苦，然后不让他们白辛苦，让他们享福一下，然后闲的时候让带他们旅游旅游。这会儿没事吧？明天咱们去河南电视台白春晚这个你的舞蹈，再到那边练练去。对，去音乐开开去练，带着音乐。那有这种舞蹈机构发这种传单，他拿回来以后，然后跟我说：“哎妈，我想学拉丁舞。”他心想着一年两三千块钱呢，我还真舍不得。然后我们这个家庭条件也有限，就是我和他爸做个小生意。后边伸直到伸开手臂，然后脚绷。就是一听到音乐什么都不管了，就是光跳舞，跟上那节奏跳，然后就这个 biu 背唰。这舞蹈动作我虽然不太会吧，但是老师说哪个动作呀，要手位、部位、头位、这个脚位，然后跟他提醒一下吧，这都是基本动作。孩子他喜欢，肯定想让孩子把路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不但走下去，还要走到更远更好。但是我要用孩子的真功夫，就是说我舞蹈跳得要更好。放寒假之后，不少电视台开始邀请小胖参加节目录制。这次妈妈带着小胖前往北京录制节目。对于造型，小胖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个就是往上拔一点，就是高一点。这个说点转过来，觉得要白一点、厚一点，因为它打白了，然后就能给我的雀斑，然后遮住。眉毛要深一点、高一点，然后显个子高，而且还好看。
出来第一个就是瘦，嗯，长一点然后再瘦一点，那就帅了，不能再帅了。长得还挺帅的。虽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可舞台上的小胖一点也不怯场，怎么和主持人互动，怎么逗乐观众，他都能应对自如。好，我要给你喝一个。垃圾。就这个。我们这个业内非常火。我一直就知道他，然后他不上过综艺节目。他特别对舞蹈特别有这个活跃的艺术细胞吧，觉得特别的棒，特别开心。你喜欢出来上节目吗？喜欢，因为认识了很多明星，又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现在几点了？都死了都能响啊。一点。哎呀，这么晚，我都快冷死了。你看我都穿个单裤边，好困啊。赶紧走啊！赶紧吧，那回家睡觉嘛，对不对？好冷。他要卖的区别在哪？快点洗呀！就不一样。你让我，我给你，别弄我呀！我不洗，我不呀！到时候你要再这样，脸上越长越白越多。你不洗脸，斑越来越多，你听见没？洗了，咋回事你？男孩子还真臭美啊！就不洗，你不洗拉倒，我不管了。耶！我不管。为什么不想把妆给卸了呀？因为好看呀，能把我嘞，我有斑嘛，好多斑，可难看，我觉得很难看。然后不化妆了，你看遮住了。最多一次保持了4天还是5天，因为喷的发胶嘛，定型，它不湿水，它也不乱。早晨还是这样，起来先摸摸。哎呦，我发型还在不在吗？哎，我说在。好，换做这个衣服吧。5, 6, 7, 8，做两个八拍啊，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and slow, and qu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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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白吗？然后原地桑巴。当时他说了一句：“老师，我不想跳桑巴。”但是那些孩子们不是都已经穿得很少，我觉得桑巴舞能够快速的热身，所以他心里面就觉得我没有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立马就消沉下去了。听到没？你现在要跟着做一下，这个都是你会跳的，明白吗？啊，快，跟大家配。走明星这条路了以后呢，可能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鲜花和掌声。他所提的要求呢，大家都尽可能去满足他。但是我不想惯他这个样子。我不跳，衣服都完了，赶紧去吧。不要。啥不要？又咋了？快点。不能忍。我学好几年了。你啥意思？你说出来呗。舞台上的备受瞩目，现实中却觉得自己的舞蹈技术还不够好，这让小胖有些矛盾。然后他们跳了跳4、5年、5、6年，我跳了1年多2年，然后我说可能不行，说是。哦，他们是精英班，他等级不一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我水平不如他们，他们学的年代多，我学的时间短，那我跳的肯定不如他们。然后孩子就是有点自卑，就是说我跳的不如他们。因为我也是服装，然后你的舞蹈比他们更好，是吧？他们学几年，然后你学的多，学的少，不比他们跳的差劲儿，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 PK 赛，好不好？好。
配什么呀？普通吧。小胖他是不会撒谎的，他不是不会装的一个孩子，他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是一个很率真的一个孩子。妈呀，看我厉不厉害？好吧，就是你们的冠军，这是得冠军，这是全国冠军，这也是全国冠军，你说你特别行吧？PK 这个帅哥哥，这个姐姐好，因为他帅。因为我要把帅相打败。你这小样来吧。好，有请同学们上场。上场不怯场，特别棒。嗯，平心而论呢，何雄飞跳舞是有感染力，你们承认不承认？承认吧，他是用心在跳舞，他每一个动作都跳得那么投入，你看跳完以后满头大汗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进行 PK 呢？我是想增加小胖在这个班的自信心，因为他总觉得我不如这些哥哥姐姐们跳得好，然后他每一次进到这个教室里的时候都带着一种这种心理的障碍，然后总是在门口跟他妈妈磨半天他才能够进来啊，我想让他自信一些。我心里想就是反正俺们成天玩嘛，他胜了也好我胜了也好，不管谁输了谁赢了都不要骄傲。跟他一块跑，他得到锻炼了，我也得到锻炼了嘛。孩子现在才10岁，体重都超标，严重超标，对他的身体肯定是没有好处的。我减个40斤就行了，我也不知道能减掉。4-6-4-6-4-7-4-7，好了，我不行了，再坚持做10个，坚持坚持坚持，1、2、3。5-6-7-8-9，运动了一上午，看瘦了没？多少？还那样是吧？我衣服就是140，你称称。我知道我没瘦，我不称，太没面子了。水果那都是你的晚饭，橘子、苹果、柚子。我每天晚上都吃水果，我以后不吃饭，因为晚上吃饭胖，早上中午多吃点，尤其中午多吃点，晚上就不用吃了。哎呀，反正我最爱吃排骨，反正就吃不成。不过甘蔗也可好吃，我喜欢吃这种甘蔗。要不要雷声锤 ？Oh no！ 掉了怎么办？哎呀，好可惜！这是我明天晚上。看这，做成一根甘蔗，怎么明天吃了？还得买甘蔗。咱们肯定要忍啊！不是减肥，想减都减了，特别难减肥。钱呀，谢谢。
拜拜了。手还要打起来，走。对对，控制住啊，你是一个高贵的小王子。对，向上长，肩膀向下沉。我觉得他能够在短短的这么个大半年的时间内，能够完全的驾驭，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教室里，他能够控制这个场，只要给他一段音乐，他就能够随机的发挥。这个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他要一个人邀请我做他的舞伴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因为不想因为孩子靠这个卖弄这个表情去赢得大家的关心或者是喜爱，我用一个就想让孩子用健康的身体喜欢他，用真心跳他的舞蹈，然后迎来大家的关心和喜爱。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专业的拉丁舞者，但是我会一直在这条路上努力着。虽然我也有缺点和惰性，但是我相信在家人和老师的督促下，我能改掉这些坏习惯。当然，就跟减肥一样，这是个持久战。